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1月12号美东时间晚上9点发表他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讲。VOA 卫视将从晚上8点45分开始2个小时的特别节目，邀请顶级专家进行实时点评与分析。在总统发表演讲时，我们将提供中文同传，欢迎您到时锁定 VOA 卫视收看通过卫星、广播和网络同步播出的国情咨文特别节目。